这一天都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国哥，大哥车里等你呢。滚！别让难做哥。你啥意思？你想跟我动手是吗？啊？弟弟不敢。别让难做。不，你们一天烦不烦呢？在哪儿？啊，哥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哥呀？回来也不告诉我。完用告诉你吗？我在哪儿也不知道啊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溜达。我告诉你啊，少跟这家公司的人接触。你跟这家公司有仇啊？不该问的不要问。老是这样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我该问的呗？我告诉你，来大连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这个人，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为的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公司。少跟这家公司的人接触，特别是这家公司的那个老板陈自律，听见了没有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哥，你先，我走了。行了，记得回家吃饭啊。啊。大连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你是我哥，你不是我爹，还让我离你远点，我偏不，我明天还跟他结婚，我生一百个娃，我气死你。跟你什么？